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我们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，我爸爸今天有空帮我理个头发，和我老弟的头发。因为病毒，所以我们不能出去。啊，那是你放松一点啊！不要把我理成秃头。你爸爸跟除草一样，把你的头发当成草一样的除掉。我长的草又被爸爸理下去了。我的草，我的头发，这草除的挺好的，挺平的。除成干头，我就没有草在脑袋上了。很多了呢，但留得很长了呢。哎呦，老妈，哪有头皮屑？最近可能有黄花起头了。我已经看到所有人在嘲笑我。我没有，你很棒，还是。那是你理得很好呀，没毛病。在法国理一个头发，小孩是阿峰是几块钱？我都忘了。6块。小孩6块，大人呢？8块。大人8块钱，是在那个住家里理的。爸爸，我好多年都没有去剪过头发了，我最省钱了。很好看呀。咦？我的草啊！哎，足够把我耳朵切掉。好了，你也准备准备，下一个到你了。朋友们看，我这小儿子是不是跟他爸长得很像？他头尖尖的。超级教练，今天就给你理很短。哎，啊，痛！给天爸爸去买。我又理成那个呆瓜了。不会啊，你同学那个黑鬼他理的真叫光头，你这不叫光头，你还留了那么短。哎，不是完全光头。你也不是完全光。不要只是有人都会说我是双胞胎。哪会啊？今天很好啊。老爸，你可以不要剪住我这里吗？因为这样很恐怖啊，我怕剪到我耳朵。我的心在蹦蹦跳跳，蹦蹦跳跳。啊！哦，笑得这么开心啊！你开心什么，巴斯卡勒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赶紧衣服脱了，马上轮到你了。那。巴斯卡勒，你也要学理头发了。哦，舒服，舒服。不要用你的口臭。我剪好了，我现在要去洗头了。拜拜。哎，把这个了，你不要碰它。啊，你要脱光光的？不要。赶紧坐好。坐好呀。爸爸还没准备好啊。大家们好，现在要该我了。啊，好重！他这个头发比较尖，又比较长一点。哥哥的除草吧，那轮到你了。他长得比阿莱斯快哈。他头是尖的嘛？那他不是跟你一样吗？妈妈，姐姐。挺好的，前面给他留长一点，他喜欢前面长一点，好看。你去学校，人家笑你，你说我这样才好看呢。我的妈！哭的样子，笑的样子，微笑。这小的理头发，每次还得这么哄的，那挺帅的嘛。哇！我现在理好，妈妈要把我送去洗澡了。我妈妈把你送去洗澡，因为你洗不干净。跟经常一模一样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喜欢的话按小铃铛，订阅我乐乐的视频，谢谢，拜拜。还有我杨洋，我爸爸理的头发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的话还有点赞评论，下面按小铃铛。